堆人，然后看到里面就是全部都站着吃的烤肉还是什么。嗯，这样他翻桌率很高耶，大很高啊，对啊，然后大家都很喜欢这种耶，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外面排一堆人耶，我觉得尝鲜吧，纯粹尝鲜这样，站着吃有够累的，累啊，可能是 M 属性吧，你说类似说像站着露营那种的吗？你说谁啊？没有，我没有说，没有说。你说谁啊？谁站着露营啊？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可是在日本好像很流行历史，就是对啊，历史对吧？因为他们那店里面空间比较小了，你就站着比较省空间，对吧？对，很省。市府了，市府站那边没错。对啊，日本很多啊，日本很多。然后邀你了。一二三四，有了。角色要动吗？应该没有吧。角色，应该没有吧？看到有两个 Alex， 可是我要解任务。哪一个？Alex 是长怎样啊？戴眼镜的。哦，那是阿旺吧？阿旺。可是我看我是黑人头他是黑人爆炸头。然后我看他是 Alex。我换再换回去看看。再换一下看看。有了，庄园再一次，好，好恐怖啊！你找到游戏，恐魔，恐怖的恶魔。历史的店都是社畜光顾的，有是吗？因为他就很快啊，就是赶快吃一吃，赶快走了。我断了，哇，还是庄园有问题？可是之前庄园没事啊，对吧？我有足够的玩家，乖，你氪的钱不够，足够多？怎么氪金的？我好像当了事情比较多啊，为什么？真的他可能觉得你们榨干了，不会再氪了，所以就是随便了。你们不用玩了，你们不用玩了，这样子。好的啦，差不多了，我知道你们就是这样了，不会再氪了。对，好过分这游戏。那设定过有氪金的，他就会比较容易当机劝退你。劝退。哇，这游戏看来以后不能玩了，这游戏也太不稳了吧？之前玩都没那么夸张。之前还蛮正常的。被退款吗？没办法退了吧？啊，不能退款！哇，我抽到口罩了！哎呦，哇哦！看它超贵的，1500吧？哦，对，一大堆，然后就口罩戴那个脸膜身上，嘴巴打不开，然后就没办法，他没办法咬人，有没有？没办法咬人，真的，他只能旁边抓人而已，抓抓就走了，就开始抓抓，把你抓个羊。Let's see. We have a winner. 难怪这个游戏都一直是之前都是褒贬不一。对啊，不一都是连线问题啊。对啊，都是连线问题。氪了就踢就是诈骗。哦，这是诈骗呢！诈骗啊！太恐怖了！退了钱就跑了。我宝是因为等级太低没得氪，太惨了，我太难过了。你太难了，真的，这游戏好可怕，真的怎么办？哇，而且他的炸，他的炸是整个电脑炸掉那种，对，我觉得超恐怖的。他丢了我6次杯子。这样子以后还要不要玩这款游戏？好可怕哦！没有啊，所以这款以后要封印了。对，这款没办法了。更新修好之前，对，都要封起来。现在表单上面注明容易宕机整台电脑。恐怖哎！超可怕！发邀请了哦。我见喵哈 pass 啊，那斗阵呢？对耶，其实这个人数也是可以。可以不然下礼拜就来吧，也是可以啊，反正都按中了，都这么讲了，下礼拜就斗阵喽，下礼拜就斗阵吧，斗阵就 play one 啦、啊，这么喜欢斗阵、哎、啊？斗阵很好玩哎、欸啊，我觉得他现在多加好多角色之后，我觉得不错，嗯，
对吧、啊？之前角色太少，就觉得啊好无聊。没关系，对我来说全部都是新角色，因为我都没用过。我也是，全部都不熟嘛。对啊，打开就是进游戏第一件事情，先看下这只角色是什么技能。上一次我玩的稍微多吃一点的是那一只仓鼠啦，你就很喜欢玩老鼠啊，那晃来晃去很好玩哎、欸，真的是蛮好玩的。可以了，好，哎、欸，我你有我，等下再当一次就、欸、就休息了，有了有了，完了，好，再当一次就休息了，那就直接休息了，真的哦。这小雨任务就注定解不掉喽，起码短时间内啦。我好像也是啦。算了啦，解不掉。我赶快抽，赶快抽，赶快抽，赶快抽。哦，哎呦，你又没抽到了。这个断线的感觉跟之前连线的时候差不多。传说。嗯。对啊，这样子跟 GTA 差不多，我们都在等大家连线。对，对啊。玩的时间都没有等待的时间久，不要了，不要 GTA，GTA 真的是等大家等最少半小时以上。哦、那个算了哦，开始了。哎、欸，我以为画面结束，像 pose 都摆完，我要结束，直接结束吗？哎呦，还有情侣衣耶，真的，哎呀，我要打腮红，我搓，这是哪里呀、啊？哎呀，你要说腮红？对。哎呀，哎呀，这，哎呀，真的是无辜者吗？哎呀，者吗？你是吗？来来来，帮拿相机。你是吗？这是什么、啊？这里也加25颗星星。也再加25，谢谢你们，再加25，你们两位人真好。好棒好棒，没有东西啊，没有，你越拿，越拿。好，这个血豹被喝掉了。你等下，如果你等下不要射我，嘿。好，这个血豹被喝掉了。他这个血豹被喝掉了。哪里？哪里？都是安全的。哪里？哎，这里不见，这里不见。我们刚过来这边就没了。哎，隐月跟哈基是 OK 的，因为我们刚刚都在旁边，我们都在旁边。还是团队。不是我，你怎么会是我呢？我刚刚都在那边拿东西了。哎、欸，你声音好温柔，你口气都怪怪的，打怕经历。我怪怪，他是有点不想讲话了。声音好温柔。他喝两口了。哎、欸，他是不是？哪里？哦，好爽哦。喝爽爽嘞、欸！我喝爽爽嘞、欸！哎、欸，唐唐王，你在那边走，因为那边。我喝爽爽嘞、欸！哎，他关门了，关，跳车，哎，进去不要看门，不要看，进去真的。哦，漂亮，电视，电视。他等下不是我们的车。没有，他是啊，他狂喝、欸，他在我们脸前面直接喝了啦。好爽啊、哦！哇，这样子，你知道他在我面前玩小精灵哎、欸，他已经不管了，直接就喝了。我跟他直接追他，他直接喝两罐。这保险，有保险丝吗？有保险丝吗？哪里？我擦了，我擦，我要擦了，我要擦喽。怎么擦？好，保险丝加50，经验值爽。鱿鱼让我擦，哦不是、啊，不行，我想擦，你给我擦，不行就算了嘛，奇怪、欸，不行了，不是你，过去一点嘛，让我擦，你行了，可以，不要乱讲话，我就擦，我就擦一点点就可以擦了哦，你怎么这么公然直接擦、啊？保险丝啊，黄黄长长的啊！哇，好好哦、你还有点那个哦，细细长长的嘛，对不对？没有哦，好，有尸体躺在这啊，尸体，哦，这装饰啦，装饰，装饰啊，血魔装饰，哦，这种跟踪器，哎、欸，扣你觉得？来，为了以示我的清白。啊，去死吧！嗯、是这样吗？没有，反正我一定是好人，我一定是好人。来，不然给阿旺。
那我丢你身上啊？怎么丢的？我怎么没捡到？你已经亮起来了，你已经亮起来了。你怎么这样子？我要追准。你不是说来吗？我就丢你身上。直接丢。我要找你在哪里？鬼鬼，他在这边鬼。我找一下哈。他很亮，他这里他很亮。哎，我要捡，我让我捡。啊、你要捡啊！我的宝剑失了，那边还有一个啦，那边还有一个啦，哪一个？那我刚刚看这边过去还有一个，这边过去还有一个。哦，有了，有了，有了。那、啊、就上一场你不让我弄哦。好了啦，可以可以咬你了吗？到底谁？哇，我们累了。我没有那个。我啊、走了走了走了！哎呀呀呀！出来了出来了！怎么办？我都记不住谁。王北北怎么突然出现了？王北北。王北北。所以月长什么样子？他被票死了啊！他死了，他没死了。不用，你不用记他，你不用记他。他刚躺在地上，我刚扶了一枪，他就死了。那我们这样子，为什么两票我就死了、啊？可以安心的过。不知道，因为门开了吗？啊，门开了，所以变第三 round 啦。对啦，对啦，对啦。我想说，怎么两票我就死掉？我还以为我要再站起来。因为门还没开的话是那个。嗯，因为刚门开。嗯。对啊，让我查。不要，我有香蕉哦，你们看我的香蕉。没有、哎，没、哎、有，我看一下、哦。啊，阿进打了，对不对？他有他有问题。我来，阿进，他拿香蕉打你，哪里？我要验他。我是原枪。戳他针，戳他针。在哪里？我说那个毒针，我会杀人。戳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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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问题。他戳他，他还夺取我的微笑。他拿他香蕉，涂抹你的微笑在脸上，涂抹你的微笑，我比年轻哦，好可怕哦！该做事了，另外一只做事啦，像保险丝，哎、是不是团团也死了？做事啦！第三只啊，第三只不是波波，波波没玩啊，没有波波没玩，波波没玩啊！哎呀，太可惜了，我们第三只狼嘞，第三只直接死去了，哇，应该鬼全死光。大家拍照喽！耶！皆大欢喜的结局！耶！我太难过了，波波，缺你这只狼啊！你看，你再就赢了。谁？我真的打死掉进去了，差点就被打死。Yeah, 我总算没有被门卡住了。耶耶耶！好呀，欢乐结局，欢乐结局，好不好？不错不错，而且我的角色也解完了，嘿嘿。耶耶，双赢。好啦，这个短时间内这游戏不会再玩了，跟你们讲。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对，等它更新就是真的好了之后再说吧。哎、欸，它正常一点再说。嗯、对吧、啊？关台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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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露营，要露营。嗯。大家晚安啦。好，我就相信你。我要继续我的。那继续什么 ？VR。对。好。我刚本来要玩就被叫过来了。哦，这款游戏真的很恐怖哎！恐怖的点是，他刚刚把我的后台整个是吃走哎，刚刚 OBS 是整个关都不能关，然后游戏也是卡住，所以一定要哎，问一下你们刚刚是从别人的台听到的声音，还是从实况上听到的声音？因为我刚刚其实那个刚刚是在那个我 OBS 是整个已经卡住死掉的画面。在唱歌呀，翻唱，唱歌，歌房，哦，是他人的吗？哦哦哦，好，
哎、欸，三秒钟，两秒钟，一秒钟。他不要玩。问你。从时光上听到的，恐怖哦。那这样子，如果哪天关台后，就发现在跟他们聊天或讲一些秘密，很危险呢。感觉有点卡，刚刚吗？你是说重开后有点卡吗？重开后不应该会卡，因为重开后其实很多东西都关掉了、欸。安安啊，要玩什么？不知道啊，你要通话、啊。哇哥哥哥！哎 ，Switch 有没有钓鱼类的游戏呀？我还是想玩钓鱼类的游戏。说 Steam 上有很多钓鱼的游戏，我都还没玩。怎么办？我是还有游戏玩啊，只是有游戏，因为我这个游戏、啊、好了，解除安装，安装，我都花800块在这上面氪金，我的天哪、啊，给我搞这样子，我的天哪、啊，装。宝可梦第二，呀，哎，要不要通话啦？讲第二次了。动物之声，可是动物声友会，我真的我也是玩到不知道干嘛了。想看我现在进度吗？也是可以啊。就对剑盾还好没兴趣哦。哇，那你没 call 我？那我就看你还在唱歌哈，在听你在唱歌。你和奥巴马 call 人真的很好笑。然后看一下分类哈。我没有在唱歌啊，不，你在听歌。我没有在听歌啊，他们在放歌。他是不是在听歌？没有啦，你要
你要干嘛？你要玩什么？能玩声友会了啊！我们今天声友会，走啦！我们去找宝可梦啊！没有买啊，没兴趣啊，玩皮。我还在更新啊，本来我刚刚要去开一台开宝可梦，结果还没更新。哦，那你去玩啊！我还没有更新好，还在更新，没电了。什么东西？我做完封面再放生你，没有了。啊，可以啊。还没呀、欸。你们今天是什么？你们今天那个好有趣哦。狼人杀。好不像狼人杀，互砍互杀的游戏。狼人杀。它不是互毒吗？互毒吧，就是我要去好玩。哦，然后变身之后就那个才能杀人，还是蒙大我的神秘的，玩很多次，今天出状况，要玩四次，为什么出状况坏掉啊？就刚刚死档啊，你把 OBS 搞还是？哇，那真的是最近大家电脑真的是频频出问题，各种问题。哎、欸，我们那么好的电脑，一个接着玩，因为玩这个游戏，一个接着一个开机、欸，好可怕哦！这什么神秘的鬼故事感觉？一个接着一个，陆陆续续。同志，我知道有什么凯之岛那个东西啊，我还是觉得还好。没错，我还是觉得还好。走嘛，我去一起玩嘛！哎呦，你可以抽十二月。看，大声啊！怎样？什么？我的吗？那我关游戏，游戏，游戏。我想说是我太久没开的。得得得得得吗？哦，是啦。叫、哦、中间不是在等那个我的死培养吗？嗯。等到他帐篷里面自己来死培养，你知道多好笑？没关系，我最近也觉得很可怜，东西都没有来。来等表情，他不给我啊！人家空间等我的鱼人，他也不来啊！空间都等到史佩亚住进他家了、欸，是我们放弃了他，还是怎么回事呢？他表情，啊，我跟成熟的姐姐拿到邓了呢。你怎么这么好？我都还你也有邓不是吗？多了，你也有邓吧？我有啊，但是我啊，你在说什么？就是、最高级的都没啊，都还没来、啊。他就是先给我最高级，我不知道为什么。都不给我，我就只给你。看，你看，一个月前早就长这样，一个月后是多了杂草而已。真的，现在杂草非常的多，杂草多好啊！这一季的杂草很美啊。秋对啊，夏跟秋都很好看。但我很想要滚雪。哎呦，我那个笨金龟阿亮好像说单人有挡住。嗯，笨金龟。Z 要怎么讲 ？Z 叉对啊，因为那个雪冬天有笨金。金龟退学，我觉得听起来很不优。还是这听起来不是很。我觉得那个是 Z 叉，完全不知道他的 ID 长。Z 叉你认识哦？嗯，加的可爱小孩。对，真的叫 Z 叉哦，叫 ZX。ZX 都可以。啊，人家讲叉霸不是？都可以啦，你呢？哎，都不要。还叫 Z 城 ？Z 城太难听了 ，Z 城问。嗯嗯。你的金沙明天就到了。金沙吗？你做了吗？你不是说你要金沙？哦，你帮我做了。哦哦哦。我不知道你帮我做的，你没有跟我说过啊！哥哥讲完就嘛，谢谢哥哥。哦，谢谢哥哥。嗯，我已经炸了。哎，不是啊，我的鱼饲品现在都不来，换我这边都不来。
那还够哎、欸，那你有帮我做那个吗？什么？蚊子的标本？没有啊，我不跟你讲都没来。不是上次跟我炫耀从龙克斯游到你？哎、欸，我那时候蚊子不够吧？我还没做。啊，蚊子？啊、你真的要蚊子哦？我要啊。你是讲真的、欸、好我跟你讲我那时候也是龙科师有来可是我忘记是好了好那时候也是因为忙到忘记又想起来的时候已经隔天将时间调回去因为我那一天好像那个红花有来这橘色的猫嗯没错那是蛮受欢迎的、啊、红花啊我把它赶走了嗯它表示很会又会打啊我没兴趣，我知道，你不是满满的兔子锅，假兔子，让兔子还差一名，叫阿咪，哎呦，叫莉莉安呐、啊，放弃他了，表情，你放，对啊，你放弃吧，我柯林，你太难。咦、欸，妞娜，你有去弄婚礼吗？有啊，婚礼的便丢一丢就好了。你知道丢满全部都是白色的东西不可以？知道啊，都这样子干啊，全部丢椅子啊，全部丢什么东西啊？超！而且我现在也开始有懒得想丢了，太多。你就摆，我就用钢琴蛮好的、啊，正方形的摆。哎、欸，你要给我什么？你要给我什么？你要给我什么？他们要给你，他们要给你，他们要给你。来，一起来！一起来，听起来好像很……啊、嗯，我哇，完了，给了我 Polo 三呢。因为我声音会断，会吗？跑太远吧，因为那个谁，那个马田有帮我调一个东西，就可能比较不会收到鱼声啊。可是那他是说还要陆续慢慢追，持续追踪，慢慢调。那现在还会吗？我刚刚有点靠太后面了，因为 DC 去杂音吧。对啊，去杂音，因为就是怕台风天我家这边蹦炸。轰炸！哦，这条大哦，这条大哦，这条很大哦。哎、欸，我网络又断了，问号，不让我更新。你等一下玩什么、啊？宝可梦。做啊！今天新更新的。换你玩，我看你玩。好啊，你看我玩。那我关台。是这样吗？对啊，啊不然有什么办法看你玩？你谁？觉得最近我都没有理你。什么？我吗？对啊。对啊，你最近玩的我都看不懂哎、欸。去买啊，英雄围城很便宜。Hero 那个吗 ？Rosie 呀、啊，对呀、啊。我最近只有看在缺氧而已，手很痒。可以，那可以买啊。对，这个看到缺氧，超痒。因为他那个，他每次只要一个活动，缺氧跟那个东西大都会特。有，我有看到，两个我都有手很痒。然后东西大还要再去氪金，好穷、喔，好穷哦、喔。最近那个虾皮也很奇怪啊，我虾皮里面的钱，它还自动帮我领出来。为什么？不知道啊，害我每害我就是水逆了。没有啊，他发现他是月多开始就开始自动汇款，嗯，然后太奇怪，就想说买那果干给布布啊，他就可以直接从虾皮钱包扣钱，他就发现说没有，他只能选货到付款。我想说哇，发生什么事？我发现钱都被领，就买了一个读卡机，就读卡机比较便宜，买下去之后发现说可以，然后发现我虾皮钱包剩几百块而已。全部被领，还是你被盗领？没有，我今天就昨天发现的时候，已经是要去刷本子，发现银行关了嘛，就一大早去刷本子，嗯，还真的给我汇进来了。怎么这么的神秘？恐怖啊！
他怎么称呼哦？哦，毕竟你新，你可以多来啊，多来就熟了。甘露米也是开始来这边之后，他把我的观众都带走了。爷爷，牛奶他们都变我的了，爽啦！然后他们家就拆三秒。我去抓雪花。好啊，完美事，要不要抓雪花？我们打两家走。啊，算了，你要忙。然后能干嘛？雪花谁可以做东西啊？可是我们没有配方啊。它可以装饰啊。你都可以直接丢地板。哎、欸，阿亮，这次有雪花的东西。哎、欸，我这次夏日的东西是打到两个。我跟你讲，我这次一个都没打到，我打到上次竹子系列的。我也是今天才打到的、欸。下次我觉得很难打，还是我们太最近没有挂。在玩了。不知道 ，PS 又 down 了，问号。这是跟我的新电脑。哦，你换了。我换啦、啊。比较好用。哎，我的 PS 今天已经down了两次。雪花只有包包，宝宝。啊，包包！什么包包？背着的吗？包包啊！我不玩你啦，包包头。对啊。雪花的东西感觉做起来。抱歉。我给你找，这样，七，不然你要玩什么吗？你跟我说，我去看看。哎 ，Switch 有没有钓鱼游戏啊？今天看他不是有介绍说什么，还有50多种小游戏。50多种小游戏什么？就那个啊，一曲上。你有红白机吗？它有小游戏啊，一大堆小游戏。那边讲的，然后看到的其中一个是钓鱼的。哦。他就为了那个东西。只为了钓鱼吗？对啊。哥哥，你是不是钱太多？你可以分我一点。小子女。你是说那个 label 吧？ label 就一大堆小游戏啊，最近那个啊，上面都有广告。咦？为什么我没有看到？嗯？那、啊、你有没有要去抓雪花？没有的话就算了。算了，好，就是不甘寂寞，根本不想要玩。我还在更新。不能把卡带，你知道吗？不能把卡带，知道啊？对耶，实体就是这样子，很麻烦，对不对？对，因为不能拆那个。不能插卡带。总背地你老婆啦，开心。十几，最近好像真没什么。最近有一款小黄油，什么假日什么鬼东西？什么东西 ？Steam 的吗 ？Steam 的啊，可是 Steam 就很难过。你看，你有共同好友，然后可能看到这个，他就会说你有一个好友加入愿望清单，会以拥有这个游戏。好，我陪你玩啊！你要玩什么小黄油？让我瞧瞧。想出岛玩？你要玩什么？你偷偷跟我说，我不会说出去的。刚不是讲说夏日什么鬼东西的，我忘记了。什么？欸、你这样我超好奇。好，我查一下。搜寻夏日应该。你是定要设为那个，可以看到城啊。很多成人内容，很多游戏都不让他写，因为他有血腥暴力。啊？为什么关键字都变夏日？他是不是不想让我？而且我跟你讲，我的枪火，我居然忘记云端同步，所以我瞬间回缩到46的。他
嗯，真难过。没有，这样少很多东西可以按。就是他要云端同步啊。哎呦，为什么没同步到、啊？我不知道，之前也有这样子，挺奇怪。嗯。按原本几等？56。那、欸、还好啊。哎、欸，差很多，十的很多。你也还好啊，这再打一打就有了、啊。好嘛，这100等的，呜、啊，我知道什么啦，我有 tabletop， 那个桌游模拟器。那个啦，我是说 Switch 啊。啊？你说 Switch 上面的《夏日小黄油》吗？不是啦。哦。定上是那个啦啊！可是我刚刚说很多小游戏是 Switch， 哦，那个我查不到，我刚刚有查关键字。那他就在那个啊，游戏首页看得到小游戏，你会没有发现说你没有钱？我在日本，我在日本，是不是先把？打、欸？不是宝宝，我不是我现在对 Steam 上面的游戏比较感兴趣，所以在哇，好白哦。哎、欸，烦哎、欸！你这样害我很想看，我就那我才啊，白痴！11点再去开宝可梦，白痴哦、喔喔，你白痴、喔，那个啦！哇，冰雕哎、欸，哇哇，好多雪哦、喔！冰雕好猛哦、喔，那个圣诞树哎，枯枝的圣诞树。店要过一整年，办法。你说里面的？对啊，不然分金龟怎么可能抓得到啊？而且很多都漏掉。给我啊！怎么没换衣服？你怎么衣服还是这件？你是不是都没洗澡？干你屁事哦！衣服没脱啊！哎、欸，不是啊，不是说这一季会有那个昆虫的抓昆虫活动？对啊，快要是大赛嘞、嗯！对啊，大赛嘞，怎么都没出？我觉得有种被骗的感觉。然后屁股真的会亮啊？怎么会亮？让我看萤火虫。没有啊，我。我刚很认真的这样盯着荧幕，然后没看到它发亮，好可怜哦！它跟我道别了，它没身体了。哦，它会讲话，我的天！但我延迟是变短了、啊，看到雪人。有啊，我看到雪人。在跟第几个雪人讲话？第二个。快乐。生日快。第三个。有哎、欸，好像变短了哎，这样听起来。对啊。哇 ，scan 黄椰子是什么？然后我夏日的那个贝壳好壳。好的。不是，那是雪花，不是雪花包包吧？等，那雪花包包。就派、欸、要嘎是不是？我这个比你多钱哦、喔。躺住。嗯，莎莎。放生。可以，可好像可以。你是想要谋杀他吧？你是不是嫉妒我比你可爱啊？当谁？哇，全身藍藍的、欸、我也很可爱，好不好？蓝色明明就是我的色，怎么又变你的了？怎么是你的色？你只是喜欢蓝色啊？你的搭色就是头发就不是蓝色了，你身上全身上下就只有吊带裤有蓝色好吗？没有，前一只是蓝啊。前一只也不是蓝啊，你是穿和服然后。
不尖，这明明身体就是蓝色。哪有？你是就是身上有斑的，有白色斑的蓝色和服。哎、欸，念念都在这里念念。他说对你不好。我是觉得姑姑自己比较，姑姑好有，对你不好，你怎么会穿？哈哈。喂，光雄不是我家拿的吗？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嗯，长怎样啊？现在还会有吗？哎、欸，为什么你来的时候他没有飘？对啊，我还抓豆娘嘞。豆娘没有被冻死。是有一款免费游戏，钓鱼的，我都没有演，我真的好好去。啊，他。他可以把线剪断，就是有时候你钓竿线不用太长。哪跨？晚点贴。好。要研究是不是？我好奇一下是什么，但是我现在还是比较好 Steam 的。是 Steam 的啊。那款游戏。哦对。我很好奇啊，还是很好奇，你知道水瓶座的好奇心是不能急的。天空有极光，有极光，我要看，我要看，我要看。什么鱼哦？哦，你要冒泡泡哎、欸啊，嘴巴会放屁。头啦！哎呀，我讲话都这么脏吗？会啊。哪有？是跟你在一起才会变这样的。跟你在一起。我说跟你玩游戏的时候就会变这样。哎，我跟两个水瓶座玩都不会这样子。哎、欸，三个水瓶座。我妈。反团。我能过吗？能过。过吗？都我背，都我背，身上锅子好重，变零。整天在我的。就我背啊！你又不背，只好我背啊。背哦。啊。把我背的重重不是莎莎，你是亏了，你当米二龟好了。哎、欸，你知道吗？你那天说的米奇妙妙屋，我刚刚才知道是什么东西，就是迪士尼的那部卡。啊、你又是不跟我说，真是妙屋啊！我的确没同意，呜、哦，我真的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呜、哦、呜。要、哦。很难过，他要学，要学什么？要水哥哥，你是骗我，我要活起来。他说我有影分身术，你不知道吧？欸、我没看到雪花，雪花什么时候？帮帮你，你有帮他什么？直接把他铲啊！啊！说那个雪人啊，直接把他铲。雪人很远了，呀，你安怎？我无看到没？我哦哟，觉得。PS 今天觉得跟我是很好哦，你开台都用开台图片？对啊，我认真的嘞。那、哦、你很认真，像我。我是认真的孩子，但他一直当掉，不想。太太，这牡丹对不对？我看，我看，我看。我现在还在看你在钓鱼，你隔这么久。在钓鱼，你要不要重整啊？山茶花啦，这是山茶花。哦、我跟你浇过一轮花了，你那边钓鱼。这是山茶花，这是山茶花。
哦，他们现在是山茶花开花，不是秀酒。哎，大熊，阿巴克斯，不是欧巴吗？啊，看到这照片从叫欧巴玛丽，欧巴马。哎、欸，我真的是那天满头问号，想说那是谁？啊，真发大冒险书。对，想说这不是我。要看阿米狗一群人呐、啊。哦，我看到啊，我看到团团，礼拜天我就看到。更新好了。哇呼！哇，是雪花要进，还不会融化哦。那你用力的摸。放在舌头上，泡舔一舔，泡一泡。那没有新的，没有新的鱼了。没有啊，现在没有。他们有吗？就粪金龟啊，粪金龟要三人。我那没有。哈，他只能单人抓这个。对啊，就是开始机制。阿亮路在鞋里都穿同一套衣服。我没有说是他，我没有说阿亮，我是说你。哎、欸，等一下你为什么少了那根？给的、啊。为什么你没有那只荧光棒？好可爱。那个就是跨年才有的。哦。你知道我不可能跨年跨到那边去，跨时间跨到那边。我知道。算了。我们还是等一年之后。对啊。好久哦。只是想要拿个东西，根本真的心疼。嗯。哎，为什么雪花比较大、啊？为什么？是因为你是十个雪花吗？它雪花比较大哎、欸。有哎、欸。有分还是他是做出来的，他没有要给你的意思，阿亮没有给、啊、大雪花呢，你这很贼，又要分大猩猩、小猩猩三种，嗯在十三分钟就可以关台了，气死！哦，你今天早上到十？没有啦，主要是要能关台也要时间到啊。我要开一个小时才会算数。知道，我知道。大雪花只有堆哦。哇，什么？哦，泽罗鱼吗？哦，那只我还没钓哎、欸。远东泽罗鱼吗？这样一听，突然想到我，我来钓啦。你那边吗？对，我们家，我们家不是吗？我们的，啊這個、我们现在的，这个不是我们那边有的呢。咦？在阿，我这个也是在阿亮家钓到的啊。哦。真的，我还没有。没关系啊，还有时间啊，应该还会有吧？没有这么快就结束了。
那天好像很快就钓到了，然后 M 是钓了一大堆，我那时候是钓了一些蜥，然后再来钓，带了一大堆鱼饲料，就丢了两三个就钓到了，那把剩下全部丢给你。你有没有钓？没有钓的话就算了哦。放弃，今天放弃。我只剩16分钟可以钓。什么？我关台了。对我来讲，困难，开台了。啊、什么？就要开台。哦。算了。只能下次。反正他丢到。哦，那这还很久哎！我相信我们一定会有很多时间是没有游戏可以玩。是你没有钓到鱼，不是我。我没有，哎呦！靠，吓死了！干嘛了？你来干嘛？还要送。哦。按干嘛？推不完的粪金，好可怜。他跟雪球有比那个哎、欸，拔河。雪球比拔河？对呀、啊。啊，比相扑。很可爱。看一下他怎么拔？有啊，好脏哦！那是粪金龟。嗯，这粪金龟好不粪哦！那我是没不粪啊！这个是不是那个成熟女生给的？还没有，又快了哎、欸！哦呀，都不给我，没关系啦，他都不要给你，等我全部拿起他再给你，我觉得可能会，拜托，这样子叫，就凭你，就凭我，嗯。假装，好自闭啊！哥哥，你怎么变这么自闭？诶、欸，先重开。
像这个我啊，哦，哦，别人的岛哪有啊？你就会觉得我的岛比较好吗？牛奶有吗？你觉得我岛比较好吗？我怎么看都是你的岛还比我好哎、欸。欸、可不可以玩英雄围城，然后看他直播，播宝可梦？也没时间。哪有？哎、欸，我岛超丑的哎、欸，就这样子都没变，唯一好看就布布这一块而已，我都没了。岛很。烂呢、欸，哪里好看？没时间玩了，我真的在努力把作息调为日颠倒，就调不回。反正昨天要剪片，我一点就睡着了。老师要今天。的花发展很好，我就只有那一片花而已吼，发疯了。上不去五星，那就是你那个没弄啊，都弄得多啊。这花，你就只是花跟树没种多。你卡了二三十天，为什么？你手做的东西不够多啊？好，露米好了，还是他觉得聊天很讲每一个人。你的树长不出来，你不能种太近呢。你其实间隔距离隔，你要给我什么？好啊好啊好啊，来啊来啊来啊，这样如何？不不拔。你都素描，那就等五天啦、啊。长大啦、啊，会有、哦、啊，就这個。哎、欸，等一下，布布吧。哇，史培亚回家了！啊，我看到鬼了！等两个礼拜了。
再不给我表情，我就要换一个暴躁的回来了。你去开台不理我了，啊，也好了。那收集完灵魂，我就关台喽。感谢观收看喽，我操！那晚上还是会有狼蛛欸，眼下被狼蛛咬是不是？白痴。但唯一有动力就只是等更新有新的宠，换游戏机、盒子。还能持续玩都真的，就跟之前有一个人很佩服，欸，我之前新入股。他们说总有办法还可以玩一个月，有办法玩一个月。那时候玩一玩，玩一天就受不了，差不多。因为我就是在正在经营，那现在这个就已经不在经营，为了玩而玩啊。现在啊，因为我也没有在布，在经营，动力很快。阿纳西有在经营。还可以撑。家具。看酷机，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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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颜色。好啦，那就今天就开到这边啦，感谢今天看喽。月散，鲨鱼很好钓了欸，但海边你只要看到大型的鱼，你可以不用钓啦，只要钓有鳍的就好了欸。大鱼你要嘛就是鲷鱼跟比，但下雨天除外啦，可能是那个毛尾鱼，会下雨天。它是震动式的比目鱼 ，attend， 大概就这样子啊。可能刚刚声音又有点断，因为我又要往后靠了，抱歉。而且你真的要钓，也可以出岛钓啊，因为你现在因为我们这边有鲨鱼，岛外会有那个鱼鳍岛。欸，王龙，你叫什么？我真的记不起你名字，欸，叫什么？蒂恩吗？还是恩利啊？谢谢十颗星，晚安，我跑掉了。
好啦，各位拜拜咯。哎、欸、哦，玩那个狼人杀让我投，真的没事玩没事。好啦，拜拜。啊，看露米台吧，然后过去。